好，那我们第一首其实呢，从我们的大荧幕上面应该有看到歌词。那么这首歌曲呢，是姚敏所做的曲，由狄毅所做的词。至于是谁唱的，不可考。今天管他谁唱，我唱。好。我心里的舒畅，只因你带给我希望，带给我希望。要为你唱，唱出我心里的舒畅，只因你一往情深。只失去了你，就像那风雨的玫瑰，失去了他的娇美，至少他原来的挽回。要为你歌唱，唱出我心里的舒畅。Thank you.